这把人看不穿，不亏不作为要们为明天。要是再不看他一眼哦，他就要永远活在你心中了。就在刚才你放梦虫的时候，他想着就灵魂出窍了。他走在路上，走着，突然啪嗒一个高跷石就挂在地上，结果爬起来，哎呀，就变成自重了。那赶紧找个医生看看嘛。这个味道有点奇怪嘛。红药水，绝对是红药水。他刚才哦挂得太惨了，血流不止哦，医生只好拿红药水给他包扎伤口，吓得马跑。这个刚包好还不能跑呀。芳草，你看我这条腿现在已经半残了，你现在就是我身边最亲近的人了。虽然我没能迎娶你过门，但是你是知道的，我们的关系不是那什么，上是那什么的，对吧？真姑，你放心，此时此刻你最需要的就是我的关心和爱抚，我一定会放下心里面所有的烦恼和忧伤，专心挑选的照顾你，直到你痊愈为止。芳草，这个这种事情不想太投入，莫太担当了。芳草，只要你24小时陪在我身边，我就满足。那必要，一定必要的嘛，那小伤口，不相信我打开给你瞧。不严重。对呀。24小时有点太长了，你要吃饭睡觉的嘛。这样，你白天来我店里帮我卖货就可以了。帮你卖货？现在我这条腿，我肯定是站不起来了。你来我店里以后啊，穿着我的男装迎来送往，站在门口打打样子就可以了。穿男装可以啊？模特都可以，你为什么不行啊？我能点咋个整啊？交给我，我把你收到。那万一顾客啦，你可瞒得过啦？哎呀，按照我的经验，根本不可能有我，你就放心了。那就麻烦你们大家噶。不麻烦，不客气。曾哥，我爱你当模特，给工资。这怎么还要福利待遇啊？要的嘛，咋咋我说我也是个劳动人民，这种事情不能不提，这个是我生存的根本条件。提那好，一定要提。你让他当模特，他咋个可能不开工资给你？对不对？每天补助50块，你觉得可行？看在整个受伤的份上，这个福利待遇我就不高标准严要求啊。我就勉强接受啊。钱多少呢？你没看见他那病好的了呀？哎，真的吗？真的好了，太好了。妹妹，他说他也过生啊。走，我们进去看去。怎么？哎呦，芳草，你往这边一站啊，找人真好些，够客客了。要我说啊，他是这个整形房业务人员啊，请你站这里就像请只猫站这里一样的。我是一只猫。早茶猫，朱大姐，哎呀，你比早茶猫早茶多了。就你观察啊，短短10几分钟的时间，就有20多个客人进去了，妹，大多数啊都是拿了一张扶了车出来的。哟，有些媒婆是挑花眼嘞。我平常还不是这种站在我店门口啊，咋和标准进来买衣服啊？哎呀，富靠精装，人靠衣装，你穿身男装往这点一站啊，妹，光芒四射呀。我穿男装也那么大魅力啊！现在的年轻人啊，最喜欢这份中性多棒了。我听说觉得有个两个是，哎呀，小个两个认不得了，就是这份中性多棒了，妹，火成一片嘞。那你的意思是，我穿男装还迎合现代人的口味？肯定的嘛！你穿这身男装站着呢，你瞧瞧，哎呀，小姑娘这里吸引多少金点眼了。看来还是男装适合我。原来在寻找财富的道路上，不是缺少人民币，而是缺少发现人民币的眼睛。我芳草终于发现自己的黄金了。黄金？哪里有黄金？哎，欢迎光临噶，随便看看。谢谢噶，欢迎下次再光临噶，再见。再见。曾哥，你数钱怕手都数酸哈？是有点酸。一下子卖了这么多的货。我中午想请你吃个饭，可以啊？你现在是我的财神爷啊，
你说什么我都听你的，现在就走吧，走。哎，这过来。我退两步，快就好啊！你好了，我就好了嘛！你看看，走走走，吃饭去。哟，原来是侯木酸啊！哎呀，发草，走得了好嘛，穷得了的多发个服务员呀！哎呀，我今天就要为你们当一次服务员。感谢亮哥对我的帮助，感谢曾哥为我假装牺牲一条腿，是你们把我从幽怨的世界里面拉回到这个现实的地球上。希望你们能够一如既往的关心我、爱护我、帮助我。那叫当然哈，从今往后，无论何时、无论何地，只要发草买卖有困难，你亮哥我肯定是第一个伸出援手，那叫义不容辞。方草，只要你一句话，就算上刀山下火海，我都甘心为你服啊！这个刀山不由得，火海目前也不由得，但是有一个不大不小的困难正在等着亮哥和曾哥的再次帮忙。方草，说，有我在。你慢一点讲嘛，你赶紧说。方草，有你亮哥在，困难还能叫困难吗？那叫绝境。我的命都是你方草的，说。天塌下来，真哥给你顶着。真的？你们答应啊？答应了，这个忙我帮定了。那我要说话噶。说说。我觉得我的生意不好，而不是因为我卖的东西不专业，一哈么男专，一哈么女专，所以我现在决定赶快卖男专。啊？男专？不会吧？看嘛看嘛，都怪你嘛。方向盘推你电商嘛，方向盘推你大摩托嘛，治好好了，穿男装穿上瘾了嘛，俺就改卖男装了。你哟，你就是活生生的，哎，一个弱女子变成一个强大的、可怕的竞争对手。农夫与蛇的教训，古人都曾经曰过：“为小人与女子难养也。”哎呀，都胡说眉毛了，你莫在那里越来越去装那文化人嘛，赶紧想办法嘛，哎。要是他真的去买男装，大人，我们的男装生意全被他抢了。兄弟哦，我一个月都没开张，再这么下去，我连稀饭都吃不起了。在这种下去，我怕是要去喝西北风了。那你两个来我这边当小工嘛，包吃包住加提成，好好干哦，搞不好可以从小工升级成为老工哦。不行不行，绝对不能跟这种事情在地球上发生。我是没有招了，你想个高招吧？我能有哪高招吗？莫非现在跑过去就老大人家，你要发愁，你莫买男装了。你要是买男装，就会抢着我到你曾哥的生意。哎，我看行啊，就由你去说。方草，你卖男装这件事情，我建议你还是再斟酌斟酌。其实哦，男装这个市场哦，完全是处于水深和火热之中哦。男装有最新四条，你可听过？最新四条啊？最新第一条，夸得里夸里的夸里夸得里夸里的夸，男装呐，男装呐，顾客进店看品牌，看了品牌看商标，看了商标看款式，看了款式看做工，看了做工看价格，价格低他看不上，价格高他又心疼去，挑了意见有意见，还要听听别人的意见，别人要是说这件衣裳不好看，他立马发觉衣裳就走远，是就走远，夸得里夸里的夸里夸得里夸里的夸。第二条，哪装哪，哪装哪，哪人的衣裳一年就是两三款，年头每件长袖衫，穿完了春天穿夏天，秋天到每件毛衣外面套里面还是长袖衫，冬天到长袖衫大毛衣外加围脖包也还是包也哈，夸得里夸里的夸里夸得里夸里的夸。第三条，哪装哪，哪装哪，哪人的衣柜永远没得女人衣柜宽。表姐啊，我听明白啊。你真的听明白了？听明白啊。
这个男装的市场也是不是很乐观嘛，就像个昙花一样，偶尔有几天是好人，但是平常的时候都是门前冷清，勉强支撑。哎呀，吓我一跳啊。我就说他妈的那聪明啊。不是亮哥说你聪明啊，一点就透。就是你看你点你就能明白我们做男装多么不容易。哎呀，我是担心哦，我就担心你被整形房的假象所蒙蔽，陷入一个更大的困难中。什么叫我的假象？是我的铺面卖男装的假象。哦，对对对，芳草，我对你可是真心的。那这个男装也不好买吗？我到底装还买什么啊？小老板，哎，大姐，忙噶。嘿嘿嘿，周大姐，周大姐，跟我弄好么，老表？啊，好。生意给哈？哎呦，还可以，你来。好嘞，好嘞，又有生意了，得先过去瞧瞧这个。是了，是了。周大姐，你生意好，那我就满愿意。啊？哎，都怪你啊，早不喊晚不喊，偏偏那个时候喊周大姐。那一些发臭周大姐，是这个词作个连在一起，感觉有点像恐怖分子哦。芳草，我卖内衣，你说了卖内衣，俺老娘的生意都沾米得了，哪个来处理这份主意？亮哥和曾哥嘛，哎呀，两个行子，哄你不耐烦哦。哎呀，哎，哥来了，哥来了，据我观察还没有啊。哎呀，完了完了，这回没火船打的了。你们两个跟我出来。大姐，冷静，冷静。奶奶，我跟你叫奶奶了，冷静啊。刚跟芳草去这份主意，可是啊，火你不耐烦了。你们，你们不跟我好过，可是啊，我也不跟你们好过。诸事多跟风，第四步走，赶紧说起，嗨。哎呦还好，大才，大才，大才，这芳草卖了男装，顶多我们的生意受点影响。他要是卖了内衣，那我们可就是自寻死路。怎么办？我现在开始发抖了。咋个办？我回拉了嘛。那还等什么？快走啊！这，这发抖啊，在那边。哦。打起精神来，打起精神来，打起精神来。芳草，你卖内衣这件事情，我建议你再斟酌斟酌。内衣市场哦，也是处在水深火热之中哦。内衣有罪行十条，可听过了？内衣罪行十条？是啊。不用听周大姐说嘛！哎呀，他那种人咋个能随便告诉你呢？芳草，内衣罪行四条，第一条，跨的里跨里的跨的跨的里跨里的跨。跨里的跨。嗯，我要祝你们两个交混掉啊！我卖男装，你们两个是水深火热；我卖内衣，你们又说是火热水深。我还是关掉铺子回老家算。哎呀，发愁莫发这种嘛。那你们说，我转行到底去卖什么啊？卖内衣也不行，男装也不行，就只剩下女装。我明白你们的意思了，好，就听你们两个人卖女装。啊？卖女装？哎呀，不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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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发草卖女装，你们李小丑咋个整？啊，你这个不是让李小丑活生生的培养一个火烧赤壁的死对头吗？哎呀，不行不行，城门失火，殃及池鱼啊！可怜的李小丑，他就走到城门口啊！现在的问题是啊，如果芳草真卖了女装，他也竞争不过李小丑啊！到时候那火没有烧到小丑，就把自己给烧没了。这两天是李小丑没在哦，可进货了。如果是隔两天李小丑回来，车里一万件，鬼火一个出，他肯定要玩。是哪个成的主意？朱大姐肯定第一个招供，亮蛋和新盘。
到那个时候就会变成宇宙大爆炸，人类的灭亡。哎呦，所以总啥说是我，你看我们自己烧点啥海也不能给捅那个马蜂窝。你是说还是让芳草卖男装？看来只能杀害我们自己，成全好李小丑了。好，我们再接着往回劝，往回去。他说风雨中这点痛算什么，擦干了。女装最新四条。第一条，夸的哩夸哩的夸的夸的哩夸哩的夸，女装的。哎呀，不要叮铃哐啷啊，有话直接讲，烦死了。哎呦，李小丑卖女装其实就是死要面子活上嘴，对，他那都是假象，生意根本就挣不成，他根本就不会做生意。你看他一天乱过来乱过去，表面上看着生意很好，其实那是引你上钩啊。对了，只要你一杀钩，他绝对马上立刻转眼之间就消失了无影无踪，到时候他点上的火就通通就倒给你，你的女装就积压成山。你说那个啥，我们个着急，猪大姐各着急。我几个呢？哎呦喂！哎呀呀，哎哎，你们两个咋我几个呢？哎呀，周大姐，你咋能有点商业的嘛？你是有灵感你。三个呢？我的今朝叫轻功水上漂。哎呀，就你这身材还轻功水上漂，玩啥是地上滚啊？我看是地上。你两个刚才李小超的背后就得你谁敢干事啊？我告诉你看。哎，冷静冷静，世间和平很重要。这个东西，哎，去买我闭嘴。给我安静好吗？只要好好的想想，去把我笑死。他自己好好的想想。哎呦，这个方照总会还不拉好。哎呀，朱大姐，我打翻个茶几都一样的，在那高的脖子的哇哦哇哦，那个脖子本来就短，还打翻茶几都高，再高还不是你小舅？不懂个娘。这份步骤是唱歌的步骤。我又唱歌了，是什么步骤？你瞧瞧，个歌声连环，但那个步骤啊，就是年纪几几子，喊你都我那边唱来唱去，那份歌好听得很。哎呦，你是流花了，你唱两句听听嘛。哎呦，对了哥。You are me for our world when I family。哎，根本不是法子中唱的啊，你唱的是又和你在一起才做得吃好吃的。不要唱了，把我都唱饿了，我先吃两口。等等等等等等，鸡老老的好转转的在哪呀？啊，你发愁好吗？消失，我们好心好意的消失在只在等的他。可是我自己想想，给他点时间。有些时候噻哟，自己想的想的想通的了多好，说带就带带进来。哎，我饿了。哎，哎，芳草，你不会再让我们消失了吧？哎呀，你个人不想消失啊？看看，看看，芳草多大度，根本不想挨你计较。啊，我晚才吃饭。哎呦，我太饿。芳草，你没得事了吗？你们放心，别得事，我已经想通啊。其实这个生意好不好，不在乎你卖的是哪样东西，而是在乎你咋个卖。比如说，这个价钱够实惠，服务够到位，质量够好。你们说那个话？哎呀，你看看我这发草买卖，是个脑壳厉害哈，那么刁钻的问题，当初才想出来，而且还想通的。哎呀，芳草的意思就是啊，他不转行了，还是像以前一样，一半男一半女。你这几个是一样人呢，还一帮男一帮。哎呀，一把男抓一把女抓。对对对。那我相信，坚持就是胜利。只要我坚持的做下去，我的生意肯定会好起来的。我的。来，请这一下，我彻底能想通啊。干杯！哎呀，终于吃饭了，饿死了。等等等等等等，你还有脸吃？俺家的提成呢？啊，是的嘛，我能提成呢。哎呀，要不这顿我请了，我请了。你干不请？不请，还能从地球上消失？哎，老板，加哪个菜啊？加的贵的菜个。老板不在，我请自个。哎，在呢，在呢，开玩笑。快吃，快吃。生活是超级大市场，而我们就是。